他之前在有没有做一些相关的事情？这个你都不知道？不晓得啊，我们都一直以为他是在他妈妈的建筑公司上班，知道吗？于大哥，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蛮惊讶的？其实这种诈欺的行为啊，还做车手的头，真是不要脸，真是。他之前在有没有做一些相关的事情？这个你都不知道了？不晓得啊，我们都一直以为他是在他妈妈的建筑公司上班，知道吗？对啊，我们都想说他是在建筑公司上班啊，怎么会突然跑去做这个事情？啊、那于大哥，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蛮惊讶的？不是惊讶而已，很可耻，知道吗？对啊，怎么什么事情不做，怎么会做这种事情？我最气的就是这种诈欺的行为啊，还做车手的头，真是不要脸，真的是。那于大哥，你有跟就是亲家那边联系的吗？我是亲家，他们也不晓得哪里啊，在哪在干嘛，他已经好几天没有回家的啊。哦、啊，你是说女婿那边好几天没回家、哦？也是找不到他，说好几天没回家啦。那亲家那边是不是也蛮惊讶的？想说儿子怎么会去做这个事情？应该也不知道啊，他怎么知道？而且他爸妈也离婚了，你知道吗、所以我在想明天看看，如果找个时间去把两个小孩接过来。